那个您来一首，我们翘首以盼啊，非常恳切，有请李丹阳为各位演唱，好不好？好。著名歌唱家，我跟你讲，要有他这个曲子，三首看了啊。我跟他合作一首吧，这也是我们四海同春的一个宗旨，就是我们国人和华人的一种联，不叫联姻了，叫联盟。我不敢说他，我不敢说他。联姻不可能，因为富人还在身边，他还在旁边。联姻可以和华人的桥段联姻也是可能的，但是不在我们两个之间。我们呢，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友谊，我们初次见面，但是真的是今天是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我们的这个厄瓜尔多的这个，厄瓜多尔的这个我们的大使和夫人妻子，那个乘着飞机来接见我们，我们的总领事和夫人也一直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我们，真的让我们这一群艺术团的人很感动。那么今天既然是我们再次联欢，我们就有一个联欢的那种样子，我们俩唱一首歌吧，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常回到祖国去看看。现在祖国变化非常大，吃的喝的玩的穿的样子都是最棒的，真的。不说这里不好，这里也很好，因为有你们生活的空间，有你们生存的空间，还有你们的亲朋好友和你们的很多的很多很多很多。但是回国真的是很幸福，不相信你们回去看一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就常回家看看也行，夫妻双双把家还也行，我们在这就联姻一把吧。各位华侨啊，现在啊条件都好了，都不差钱儿，现在是吧？都不差钱儿，现在对不对，各位？都不差钱儿。夫人在吗？我说了，她是你夫人，所以说你要装住，你藏都藏不住了。昨天你见过面了，在你之前，所以你想有点什么也不太可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不敢想，不敢想。不是，是我不敢想，因为嫂子太……哦，不是，叫夫人太漂亮了。有吗？安徽的黄梅戏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过来。我不行啊，你得单独来一个。